像宋乐外形亮眼、魂魄歌喉，更是让他圈粉无数。而近期行程满档的他，却传出身体亮红灯。宋乐最近在粉丝付费平台上向粉丝透露，自己最近有圆秃以及掉发的症状，并附上照片。只见照片中他的头皮秃了一小块，让粉丝都相当震惊。而宋乐也表示，发型师是第一个发现他掉发的人。他坦言，因为想好好准备粉丝见面会与粉丝见面，但却因为压力过大掉发。不过宋乐也要粉丝不要担心，自己正在接受治疗中了。而消息曝光后，许多粉丝还是相当心疼，并指责公司安排太多行程，纷纷要求让宋乐好好休息啊。